先报地基，专人专访。今日我嚟到可以叫母校之一嘅中大咧，系翻嚟访问啊刘少佳老师。咁有关咩题目呢？就系大家而家都开始热烈讨论嘅大湾区。大家知道大湾区咧，其实倾咗好多年啦。最近出咗一个纲要，呢、這个纲要基本上勾画咗大湾区未来嘅情况发展，同埋香港嘅同其他城市咧个关系啊，同埋嗰个角色。出咗嚟之后咧，市面有好多讨论，好多争拗，好多担心。究竟大湾区实际系点样咧？酝酿过程到呢个纲要，到纲要指示到，特别讲香港咧嘅位置角色系可能变成咩样咧？咁佢好開心咧，就係請到阿劉少佳，我嘅老師咧，係幫我哋做一個嘅訪問。劉老師，係都想問你大灣區成個嘅醖釀過程，你可唔可以講講嗰個過程係點樣嘅咧？同埋香港有冇參與咧？其實圍繞住呢個珠三角嘅發展咧，個歷史好長嘅。嗯，如果你可以追溯到2003年咧，董建華《東問千里報道》，即係我負責寫。已經提到咧，香港未來發展咧，要通過香港同珠三角進行經濟融合，先至可以有利於推進香港發展。嗯，所以其實香港諗呢個如何同珠三角合作咧，其實歷史好長，只不過咧動作唔多。嗯，反而調翻轉頭咧，廣東嗰邊咧就經常思考到珠三角嗰個發展嘅問題。嗯，然後佢就會邀請香港咧。即係參與呢個發展過程，係，所以個主導權咧，其實就喺內地嗰度，就唔喺香港嗰度。譬如你過一路講緊粵港合作、深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等等咧，其實基本上都係來自呢個內地嘅研究得出嚟東西。嗯，而所以大灣區發展咧，當到中央未曾話將你確立為一個國家發展戰略之前啊，係。其實廣東省已經做到很多工作嘅喎，嗯，只不過呢個工作嚟講咧，香港冇乜積極參與到咁解嘅，嗯，但係到幕後來咧，當中央將呢個大灣區嘅發展咧，當成為中央嘅戰略發展戰略一個重要發展戰略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中央主導成個過程，由佢嚟到帶領成個大灣區嘅發展，喺咁嘅過程當中咧，香港咧就被中央要求。積極參與到呢個發展過程當中，嗯，所以而家嘅大灣區發展咧，同以前最大唔同之處咧，以前基本上係地方提出嚟嘅，嗯，而香港呢方面咧都有參與程度有限嘅，係，但係當中央咧嚟到主導呢個過程之後咧，將大灣區發展納入係重要國家發展戰略，而又視之為咧推動大灣區同埋香港發展係一個重要嘅一個。部署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咧就得到一個積極參與機會，即係中央領導底下，由中央協調統籌成個大灣區發展，而香港咧就被賦予一個重要嘅發展角色。嗯，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就得以參與大灣區嘅發展。係喺中央嘅部署過程當中咧，當然咧就要聽取香港意見啦。所以我哋嘅特首林鄭月娥咧，亦都參與到呢個大灣區領導小組，嗯，作為一個成員，嗯，所以而家個大灣區嘅發展已經係變成一個國家發展戰略，係由中央主導，由中央去給予各種各樣嘅有利嘅政策，而香港咧亦都賦予一個重要嘅一個角色同埋使命，係嚟促進呢個大灣區發展。嗯，如果咁嘅過程咧，我自己覺得可能有會有兩個擔心咧咁。第一就原本是廣東省地區開始先嘅，諗個過程裏面一定係冇香港㗎啦。咁而家中央突然間話：，唔得，要加埋香港落去，甚至一個幾重要嘅位置添啊！喺個綱要寫，咁呢個會唔會係地區嘅政府，譬如省市政府係喂搞錯啊？突然間一個將香港入嚟，仲要好似某啲地方帶頭啊？第二個嘅擔心就話香港呢邊啦，即係路都我哋自己香港自己搞自己發展。都冇諗過要融入嗰個所謂大灣區或者廣東省佢哋諗嗰啲嘢啦。咁而家中央話唔得，我哋要俾個角色香港，而且相當重要嘅角色之下咧。但係有啲香港人覺得我哋一路都冇份，又冇參與。就算你依家嗰個規劃令到香港覺得好似身份地位都重要咗，但係都係中央政府話嘅啫喎。我哋個參與咁少，林鄭都係最近先入去。咁呢兩個嘅
有冇一啲嘅矛盾咧，有啲摩擦喺度咧？唔係，其實就算以往咧，廣東省制定嗰啲所謂珠三角發展戰略咧，佢都有包香港在內嘅。嗯。只不過喺過程當中咧，就香港冇乜點給予意見，而又由廣東省嗰班研究人員咧去思考香港究竟可以發揮咩角色咁解嘅。嗯。所以其實就算以往咧，廣東省諗呢個大灣區嘅時候咧，都冇話唔諗香港，因為始終咧佢哋依靠需要依靠香港嘅，所以可以發揮某些獨特作用，先有利成個珠三角發展。所以佢並冇忽略香港。咁但係問題嚟講，當到中央嚟到去加入同埋主導呢個過程當中咧，當然都係中央要從成個國家嘅發展戰略角度睇嘅喎，佢唔係淨係從地方個需要角度睇，特別考慮到呢、這個。因為一帶一路的發展，而呢個大灣區就係一帶一路嘅一個重要嘅一個環節。嗯，就係一帶同一路之間個銜接點嚟啊嘛。係，所以呢個從中央角度睇，大灣區發展咧，就唔係單純從地方個需要、地方利益角度睇，嗯，而從整個國家需要。正因為咁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個角色先特別突出。嗯，中央先至願意給予香港一個重要嘅一個。發展角色，希望香港可以領導整個大灣區的發展，同時又希望大灣區的發展咧，可以帶動香港嗰個產業轉型升級，同埋為香港謀求更多嘅發展機遇咧，以解決香港嗰啲所謂深層次矛盾，特別係所謂社會、經濟同民生嘅矛盾。嗯嗯，但係呢個過程咧，就係如果個光耀唔出嚟咧。可以話我哋一般人咧，民間啊，甚至立法會咧，都未必知道嘅。咁係咪欠咗一個過程，或者而家有冇可能係將呢個過程再推動一下，讓香港人真係知道，喂，成個大灣區我嘅位置、我嘅角色、我嘅重要性，我將來可以做啲乜，我都要有個有可能討論至俾我嘅意見啦。嗱，而家嚟講咧，個光耀本身咧，雖然話相當詳盡，嗯，但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咧，佢仲未知道究竟香港。香港人可以有邊方面受惠噶嘛？係嗱，但問題嚟講，從中央角度睇咧，其實佢都唔算係唔清楚，即係始終香港咧喺一國兩制底下，佢擁有乜嘢嘅獨特優勢，能夠發揮什麼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係中央好清楚嘅。其實講到尾就係話咧，依靠香港嗰、那個第一嗰、那個資本主義優勢。除咗法律體制，特別係佢個作為一個仲裁中心嘅作用，佢同國際多方面嘅接軌，同國際多方面聯繫，同埋擁有咧相當多嘅有國際水平嘅專業人才嘅供應，再加埋咧就係話咧，始終呢西方國家對香港嘅嗰個信心咧，比之對內地係仲要大，所以。香港可以在這個大灣區以至在整個一帶一路裏面發揮一些內地城市所不能發揮的作用，特別是一個所謂整合這個大灣區，甚至在這個一帶一路裏面發揮某些樞紐作用，但問題來說，去到落到地下的時候，那麼問題就是香港人可以得到什麼東西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將來香港人會發現大灣區在很多方面會同香港越嚟接近，所以香港人翻去大灣區發展咧，會越嚟越咧唔需要作出好大適應。係嗱，語言上唔需要最大適應，嗯，甚至即係講廣東話，廣東話可以搞得掂噶啦。咁你就算喺制度上，喺呢、這個生活待遇方面，以至喺呢、這個交通運輸方面，即係香港人可以特別年輕人咧，即係佢發覺自己咧唔需要作出好大適應。又不需要離鄉背井，即係已經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發展的腹地。再加上你可以看到越嚟越多香港人咧喺大灣區裏面會得到所謂國民待遇，即係佢喺日常生活就業工作即係營商而至喺所謂福利服務方面即係佢都會得到呢、這個同內地居民差不多的待遇。即係令到你生活上同工作上。得到方便，另一方面咧，特區政府咧亦都要作出配合咧，就可以令到香港人喺大灣區裏邊，無論工作又好就業又好嘅，會得到特區政府嘅更大嘅
支援同埋扶持，嗯，令到香港人咧喺大灣區裏邊嗰個工作同生活咧得到更大嘅方便。係，所以但係更加重要一點就係話咧，大灣區會提供不少的發展和就業機會給香港人，如果對香港發覺香港的發展去到某個地步，不能為你提供太多的工作機遇或者發展機遇的時候，他回到大灣區可能得到即是得到在香港得不到的發展機遇。但當然這個過程來說就不是說只是鼓勵香港人 回大灣區發展，嗯，其實與此同時也希望大灣區的人才能夠進入香港，即是令通過人才的交流咧，同埋制度的對接、政策對接咧，令到整個香港同整個大灣區都得到更高層次的發展，即係所謂做大粒餅，就令到大家都可以從中得益。點解？其實呢個餅做餅過程裏面就係香港人正正擔心的地方。嗱，第一你又要將啲香港人嘅專業人士啊、叻啊、我哋勁嘅精英啊，抽走曬。剩翻好似馮檢基呢一種啊，即係不思議事啊，得把聲啊，講嘢啊，批評政府啊，咁啊留低喺香港，咁變咗呢個係咪令到香港成個嘅有經濟動力嗰堆人俾你扯走咗咧？第一，第二啊，擔心你嚟嗰班又唔知乜水嚟嘅喎，咁佢嗰啲嘅政治諗法、政治文化，以至到生活嘅文化咧，都同我哋香港人唔同，咁啊湧咗嗰班人入嚟嘅時候，咁我哋又擔心，喂係咪溝淡我哋香港人嗰種嘅？已經啊習慣咗嗰種嘅生活文化等等咧，咁呢個就令到一啲香港人咧就係擔心，喂呢個係咪用一個咁嘅借口將香港人咧係內地化，融化咗喺內地嘅生活裏面咧？哇！我就唔係太擔心咧，會抽走好多香港人才喎。嗯，因為始終咧，我哋而家個問題就係、是、某程度上，我哋可以為人才過剩啲，嗯，因為我哋個大學不斷發展。是產生出嚟大學生越嚟越多，但內地都好多大學生噃。唔係，而家先講香港部分先。嗱，咁問題就話咧，咁係咪個個都香港？佢哋而家我哋成日講到香港給予佢哋嘅流動機會咧，嗯，係越嚟越唔夠。嗯，特別創業嘅機會，特別如果佢想做啲咧，係同創新科技、創意產業有關嘅東西，當然實在提供俾佢嘅機會咧，唔係太多。嗯，嗱，呢個只係一。第二就話你講到就話內地啲人才會大量湧入香港咧，最終咪香港最揾到工作啲，佢先湧入嚟噶嘛。咁你視乎香港係咪有咁嘅機遇俾嗰啲人才？嗱，始終嚟講咧，香港的確需要吸引啲內地人才嘅喎。嗯。特別嗰啲能夠將香港邊一類有咩講？嗱，特別能夠將香港同埋內地連繫起嚟啲人才。嗯。嗱，因為咧我哋香港人好多人佢未必咁熟悉內地。嗯。即係你就算。如果你香港和內地要加強合作的時候咧，係需要有啲內地嘅人才咧喺香港充當呢個中間人，嗯，或者搭橋鋪路，或者係各種各樣嘅聯繫個角色咁啊。咁但係問題嚟講，你唔係話咧啲人湧入嚟就得嘅喎，你始終嚟講咧，即係我哋佢一定要通過某些我哋現有嘅一啲所謂專才優才計劃都先喺度嘅喎。佢一定要有人肯請佢先嚟到嘅喎。嗯。當然而家嗰啲就肯定有香港比較短缺人才啊嘛，佢唔會話就自己咁大班人湧入嚟香港揾乜嘢做，唔係咁嘅事喎。調翻轉頭咧，反而呢方面其實對內地啲人可能更加覺得唔公平喎。你香港人可以隨便入去，冇數量限制喎。嗯。你中意入去得嘅啦喎。內地出嚟香港咧，最隨便用單程證，但啲單程證唔係為咗吸引人才啫嘛。佢只能通過嗰個各種各樣優才計劃、專才計劃嚟到去嚟噶嘛，所以佢有數量唔可能太多嘅喎。嗯，所以但始終嚟講咧，將來出現嘅趨勢實際上就係人才不斷有交流，嗯，即係香港人才入去，但唔一定長做噶。係，對個基地可能現喺香港嘅喎，內地啲人就嚟啲人才嚟香港就工作，咁就即係為強化香港同內地之間嘅關係。我自己就不覺得會搶咩飯碗，因為始終嚟講咧，如果係大灣區發展起嚟咧，個經濟總量增加，發展機遇越嚟多咧，做大個餅。到做大餅嘅時候，咁其實咧，大家機會都增加咗。嗯，老師，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咧？即係頭先提過，就係點徵式啦，即係啊啲專業，譬如法律啊、會計啊等等嗰啲，可以多咗，同埋對外國嘅關係啦咁。
其實呢個可唔可以再講得深入啲？即係話，譬如對香港嘅民生嚟講，嗱啲可能專業人士就發啦，可以多可能性啦。但我普羅大眾冇呢行呢啲專業知識，冇呢種專業技能嘅，咁呢個咁嘅大灣區又對我有啲咩幫助咧？嗱，其實嚴格嚟講咩？你對你啲唔係人才嗰啲，或者你今日年紀大一啲，或者教育程度低啲咧，你係唔會得到太多好處。嗯，即係呢個係事實。係，即係等於喺全球化底下咧，都係對嗰啲有流動性嘅。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咧，佢先有好處嘛。咁但係如果你係勞工階層，或者你係呢個教育程度低，年紀又較大咗一批咧，的確嚟講，如果你話要去大灣區發展機遇咧，你有困難嘅。咁但係問題你點樣從中會得到好處咧？咁啫，就要靠呢個做大個餅，令到政府咧有更多嘅收入。嗯。咁佢利用呢啲收入咧，嚟到去通過呢個社會福利同埋各種服務，嚟到提供俾呢啲年紀大嘅、教育程度低嘅人，令到佢生活得比較好啲。同埋當然你可以協助佢哋咧，翻入去內地去退休養老。嗯。啊，咁令到你可以都用得教，但啲人就牽涉到香港嗰啲福利可以帶入去內地，或者喺內地咧興展一啲咧。由特區政府資助，或者係香港人去主辦嘅一啲所謂啲社會福利資助，所以咁，但係呢個冇辦法嘅事情。嗯，所以問題就係話咧，因為我哋你講嗰類年紀大嘅教育程度低嗰啲人咧，佢的確喺大灣區裏冇競爭力嘅嘛。嗯，因為我哋大灣區嘅發展嘅要求係喺度創新科技，係要種高水平嘅發展嘅嘛。係就要求嗰啲都即係。希望能夠有更多嘅所謂呢、這個即係高級嘅產業嚟到去帶動我發展。係，所以你全世界嚟講，你都係睇到好多其他地方啫。所以國際都市都分成兩個階層嘅，所以中高層嗰班人咧就發展機會多啲，低下階層嗰啲咧都發展機會少啲。但係咧，如果政府能夠在一個做大餅的情況底下咧，得到更多的財政資源去造福啊呢班呢個教育程度較低嘅年紀較大嗰班人，又令到佢生活好啲，同時咧令到佢哋下一代咧有新嘅發展機遇咧，咁而家從呢個角度睇咧，間接佢哋得到好處。係，老師，我又擔呢個正正，我又擔心。即係其實能夠調校呢個即係社會嘅財富啊，或者點樣再分配咧？只有政府有呢個權力同埋個機制。咁但係你睇到我其實你回歸之後呢廿幾年咧，我哋香港嘅經濟發展唔差嘅。第二咧就係政府特別政府嘅收入咧係更加係飆升嘅。我嘅冇理解錯嘅資料咧，就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嘅總資產有40,000億，現金儲備咧係有成10,000億。但係佢全部就係一賺錢就擺落庫房，一賺錢就擺落庫房，唔係用翻我哋身上面喎。咁變咗你個餅大咗，原來就係我冇得分嘅。咁我哋特區政府係咪都可以有你嗰套咁嘅概念或者諗法？到時佢唔係咁諗，又係維持而家咁嘅狀況，點搞？嗱，你要特區政府咧徹底改變咗一種政策思維咧，特別咩小政府大市場嗰啲咁嘅嘢，或者對社會福利承擔咧，只係有限度嘅承擔，就唔係一個福利國家嗰類咁嘅嘢。如果你要徹底改變啲嘢咧，就冇可能嘅事。係，但係始終嚟講咧，你可以睇到過去20幾年嚟咧，其實呢個特區政府咧，因為政治壓力問題，或者到特首都希望嗰個取得某啲政績，所以佢喺呢個社會福利啊、老人福利方面咧，其實佢做多咗啲嘢，所以勞工福利都多啲。但係呢個趨勢，我相信會繼續。因為始終咧，任何一個政府咧，佢都唔希望咧見到個社會太過不穩定，太多呢個所謂貧窮問題，太多貧富懸殊。嗱，事實上而家你唔好你講個政府，唔好淨係講香港政府喎，你要講埋呢個中國政府先得。中國政府其實都比較關心香港嗰個深層次矛盾嘅問題，即係佢都睇得到咧。即係如果太多社會矛盾，太多貧富懸殊咧。特別太多年輕人對現狀不滿嘅，
對社會穩定、對政治穩定不利噶嘛。所以某程度上咧，中國政府亦都希望特區政府係能夠喺呢個處理呢個社會矛盾方面多把多出啲力。嗱，當然你可以話咧，最終法即係都成個制度咧，形成就係對中上階層啲人有利。咁但係中上階層啲人咧，亦都唔希望見到個社會太過出現太過動盪，就令到有啲反對勢力有機可乘噶嘛。所以你睇到就譬如林鄭上台咧，佢呢方面嗰種積極性又高過以前嗰啲特首。即係對於啲處理啲個勞工啊、低下階層嗰啲咁嘅福利問題，我相信呢個趨勢會繼續。係，只話咧，你可以睇到而家就呢個政府咧，對於呢個都比較保守嘅財政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改動。都係咧，你唔好諗住有大改動喎。啊 ，OK。就只不過但係喺嗰個小恩小惠，即係程度上有所改動。嗯嗯嗯。但係始終嚟講咧，呢個我哋面對都係貧人口老化問題。任何政府都必須重視嘅，如果唔係咧，即係香港就個社會難以安定。Okay. 不過始，但係講到尾就話咧，如果政府財政收入不斷有所增加，而又通過大灣區建設，如果得到更多財政收入咧，佢嗰個從政治需要角度睇咧，佢都會做多啲嘢咧，嚟到去造福呢個低下階層咧，老年人口啊，同埋青少年嗰個有需要嘅。Okay.即係老師你所提出就話，即係如果大灣區能夠係順利誕生同埋推動咧，就係、是、對香港嘅一啲嘅專業啦，或者一啲有特殊才能嘅人咧，佢係多咗機會將自己嘅創意啊，或者甚至經濟能力咧係跳升啦。而另外一方面咧，做大咗個餅之後咧，如政府能夠即係知道啊，即係你一定要調夠翻嗰個財富咧，係讓嗰啲普羅大眾留喺香港嘅能夠即係因經濟增長而獲得佢自己嘅多啲嘅福利啦。咁但係而家香港人最擔心嘅就係話咧，成個過程裏面咧，因為佢而家係9+2啊嘛，二就係澳門同香港啦，就係、是、我哋一路咧用開係普通法，內地用大陸法，內地嘅政府咧，我哋一般香港人都覺得比較專制，我哋叫做雖然未係全民主100% 普選啦，咁但係都一半嘅立法會員咧選舉產生，而呢種要求民主嗰個嘅政治價值啊啲趨向咧都係強嘅，咁樣呢個過程裏面會唔會入咗之後，令到我哋以後都唔使諗？即係喺政治上面嘅所謂一國兩制，或者政治上面我哋行一啲我哋香港人想行嘅自己嘅制度，會唔會難咗咧？而家都係避啲嗱，點解咧？其實一般法咧，都規定民主政制，我相信中央認真，即係最終達到呢個立法會同埋特首嘅普選產生。嗯。咁但係都當然有條件噶嘛？一國兩制咩條件？嗯。就中央尊重香港嘅制度。係。等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但香港咧就唔能夠成為反對中央，就所謂顛覆基地啊嘛。咁一路以嚟咧，其實阻礙民主發展嗰個最大因素嘅，就中央始終唔放心。如果有啲香港嘅反對勢力係取得特區政權的話咧，會唔會香港變成顛覆基地？會唔會香港成為呢個外部勢力用嚟對付中國呢個地方咧？所以問題就話咧，香港民主發展其實到最後嗰個。因素咧，就香港目前嘅所謂反對勢力咧，會唔會讓中央放心？即使佢哋提出各種各樣嘅政治啊、社會啊、經濟改革，某程度上中央認為某些社會改革都需要嘅喎，要維持香港穩定啊嘛。但係呢班人咧，願意喺中國憲法同埋基本法框架之內運作。唔會將佢手上的權力用嚟對付呢個中央，又唔會讓香港被外部勢力所利用嚟到去威脅到國家安全。嗱，目前為止咧，中央政府對我哋反對派仲未有呢個信心嘅嘛。實質只要處處防範，就防範佢哋會得到特區嘅政權。咁打一次最後翻頭出現一種情況，就係話咧。我哋嗰個反對勢力願意喺呢個基本法同埋呢個中國憲法框架裏邊運作，唔會將香港變成反對中央嗰個所謂基地，就唔會被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對付中國嘅棋子咧。我諗中國政府好願意、樂意見到香港咧實行民主政制。
因為呢政制對你冇乜冇威脅嘛。如果但係問題而家到我今年今日咧，香港始終有一批人咧，又有一批群眾，即係仍然對中國共產黨係缺乏信心，即係仍然咧，即係俾中國政府覺得咧，即係佢係想改變中國嘅政治狀況，同埋利用香港咧嚟到去同中國同內地對抗。是，但一日呢個狀況唔改變咧，我哋民主都係有限嘅。咁、okay. 但係嗰個問題就話、是、個政治狀況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噶嘛。包括而家大家睇到即係一個國際形勢，中央中國一路都向上升啦，咁、那個國際位置地位越嚟越強啦，同埋一路都係甚至係以前曾經提過係2025啊。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這個又引到美國就是哇想追過我的大哥的身份，於是美國又入來有很多的介入，因為你 一有這些國際所謂咬手瓜，香港很容易成為即中國裡面的一個很容易被人運用的地方啦。所以坊間有兩個說法，一個就是說英美一定會用這個香港去拖你後腿啦，拖你中國後腿。第二個呢，講法呢就是倒返轉頭，中央就不想你香港搞啲咩民主啊，搞啲又自由放任嘅言論啊，又可以成為一個示範俾我哋內地嘅城市學埋曬，咁嘅大鑊咁。咁於是就可能特登有啲人嚟咧，就係挑動一啲人士咧，少當然少數嘅人士咧，係做一啲好似相對嚟作反嘅言論啊，即係行為啊咁，即係令到你香港淨係搞嚟搞去咧，都好似哇！你想作反啊？你想獨立啊？你想搞我中國啊？於是就中央咪有個理由，我唔俾你民主咯。係一個國際嘅氣候咧，我哋冇人可以控制得到嘅。一個就內部呢個咧，有冇中央有呢個嘅可能性？因為坊間就兩種言論都係令到香港冇民主。你講外部勢力咧，當然咧我哋控制唔到，即係佢想利用香港嚟到對付中國，咁但係問題，我哋香港人都有自己選擇噶嘛，即係你如果真係意識到你個利益之所在咧，就要防止香港被外部勢力利用，嚟到對付中國嘅時候咧，咁你可以拒絕外國勢力合作嘅，你唔會走去外國叫外國勢力嚟到干預香港事務噶嘛。但有時香港人就覺得喂有外國的聲音呢，有時中央就反而聽外國聲音不聽香港人聲音，這個就是你牽涉到外國的勢力是否真的那麼有用先，慢慢你要看到你越是招惹外國勢力，你反而弄巧反拙，不單止得不到你所想得到的東西，你失去了你不想失去的東西。但你反過來你第二個問題，你中央政府是不是很想製造一些反對勢力出來，即是 在香港就是從此這個反對中央的事，因此令到中央有藉口，即不需要這個在香港推動民主發展。但這是屬於陰謀論，即是說如果我是中國政府，我肯定不會想做這種事，因為你做這種事出來在香港製造混亂，而又令到香港的國際形象受到損害，對中國有冇好處先？對一啲好處都冇嘅喎。咁啊，當然嚟講，如果你嘅諗法就話唔係喎，佢唔係真係想香港唔好，佢只係想喺分化瓦解反對派。嗱，呢個如果係咁咧，我唔敢話佢一定唔會咁做。但係呢個只係短暫嘅一個戰略運用嘅啫。目標就係話咧，將中央所認為係對抗勢力咧，將你邊緣化。但我諗中央政府亦都冇諗喎，要全面消滅呢啲反對勢力噶嘛。但係只要啲反對勢力咧，唔係香港嘅社會主流，只係得到極少數香港人支持咧，我覺得中國政府可以容忍嘅。係 ，OK。嗱，另外一個想同阿老師你討論嘅咧，就係頭先提過，即係個大灣區嘅發展咧，我哋啲專業啊越嚟越重要啦，越嚟有用啊，特別同國際嗰啲嘅系統嘅相近啊，信我哋香港啦咁。咁但係有個嘅擔心就係話咧，因為林鄭有一次咧係接受記者嘅訪問咧，有記者問佢咧，即係話喂，而家我哋嗰會計啦，包括係好多啲管理啊，都係咁樣。咁但係內地就唔係咁，係另一類嘅內地文化嚟噶嘛。
咁但係夾埋一齊嘅時候咧，出現嗰個不同咧，即係個差距咧，係點處理咧咁？咁當時林鄭咧答得咧就係、是：咁我哋真係要走一走佢哋嘅波咁樣。咁呢一句咧就令好多人都擔心，喂，我哋走就將我哋嗰個高水平拉低落嚟係嘛？即係用我哋因為西方嗰種模式係大家國際上面認可、認同、信心嘅地方拉落嚟嘅時候，被變咗連我哋將整個香港嘅我哋最重要嘅核心價值啊，我哋嘅專科啊，我哋嘅強項咧就向下吞啦。咁其實有冇一個可能咧，係令到中央都同意？如果做呢一個大灣區嘅話咧，頭先所提到嗰啲嘅專項啊、強項咧，係要嗰九個城市啊，係用香港嘅制度，包括管理制度、包括法治制度、包括會計制度，用我哋嘅藍本去搞呢個大灣區咧。嗱，事實上咧，中央搞大灣區嘅目標咧，就叫顯示中國。即使一全世界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盛行的環境下，中國仍然堅持改革開放嘛。而為什麼在大灣區搞呢？因為本來大灣區已經在改革開放程度最高的地方，現在就想進一步拉高它，令到它跟國際接軌，所以才需要突出香港作用嘛。當然就說呢，如果可能的話，盡可能將一些特別跟營商專業運作有關嗰啲標準，拉高去到同國際水平接軌，實際上即係話咧，係向香港看齊，就唔係要將香港拉低去就住呢個大灣區，因為始終嚟講咧，你個成個戰略目標就要大灣區走出去啊嘛，就唔係只係叫香港走入去啊嘛，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甚至需要器重。香港嗰啲專業水平，嗰啲所謂叫監管嘅準則，即係嗰個制度嗰個現代化啊嘛。當然咧，你為全部大家制度、政策、法規、標準一致冇可能，因為始終內地個制度係唔同噶嘛。咁但係問題咧，你只要唔好差距太大咧，其實已經就可以做到好多合作噶嘛。事實上嚟講，全世界喺全球化底下，國與國之間合作。都冇話需要大家所有嘢一致㗎。如果唔係就冇可能嘅喎。就算你歐盟、英國而家退出歐盟咧，但係準備退之前咧，英國嗰套制度同歐洲嘅制度都係好大分別㗎。係啊，咁如果仲可以合作㗎。問題就話你基本上咧呢個精神就係話咧求同存異，即係盡可能增加合作面，令到大家個差異咧唔好太阻礙合作。是香港和大灣區裏面九個城市一樣啫嘛。香港和澳門合作，澳門的制度跟香港有一樣咩？澳門的法律制度都是大陸法嚟嘅啫嘛。香港是用呢個普通法啊嘛。咁香港仲有即係喺呢個大陸法裏邊咧，當到政府嘅角色，就同埋呢個所謂公權力嘅角色，又同香港嗰度唔同嘅。所以實際就我唔覺得咧呢個。法律法規制度方面嗰個問題會咁大，尤其是咧成個大嘅趨勢，就內地嗰九個城市係越嚟越向香港看齊，香港就要發揮呢個帶領作用。係，但係我哋民間又有一個嘅擔心咧，就話而家嗰個逃犯條例嘅修訂咧，正正就將兩個唔同嘅法制咧整咗個通道駁埋佢。我哋唔係討論嗰條條例啱唔啱點樣，係呢個係咪成為一個係俾我哋擔心嘅一個例子？就將來有不同呢啲咁嘅我哋同佢嘅差距咧，就係硬係搏曬咧，就於是咧就係我哋就真係響成個嘅我哋嘅強項、我哋嘅核心價值咧，就被呢啲咁嘅通道咧係降低曬啦。嗱呢個所謂交換逃犯協議咧，其實不同國家都不斷簽訂嘅，大家可能都制度不同嘅喎。咁但係每個司法管轄區咧都有權決定加唔加逃犯噶嘛？係嗱，加唔加逃犯要睇下佢要求提出要求係咪合乎我嗰個法律制度。如果係內地要求佢，我哋嘅老細嚟嘅喎，特區政府點敢 say no 啊？正正因為咁，我先更加覺得安全。係嘛？因為點解咧？任何中央提出逃犯咧，移交逃犯要求，肯定各方面咧放大鏡、顯微鏡嚟到去研判。即究竟是不是造成政治迫害，
宗教迫害、種族迫害、民族迫害等等的事態。嗯，如果你擺入自己喺中央政府嗰度角度，如果非不不議啊，佢都唔會提出一個要求逃犯嘅提出你移交逃犯嘅要求，因為肯定呢啲嘢咧會引起各方面關注。嗯，究竟某某人係咪真係應該去移交俾佢咧咁樣？所以除非涉及到非常清楚去刑事罪行。嗯。譬如顛覆國家政權啦，或者係呢個殺人放火啊，或者係呢個貪污受賄啊。但係顛覆國家政權正正就係嗰個政治問題咯，因為你即係國家即係內地定義顛覆，同香港可能講。嗱，我講顛覆嘅意思即係做籠統咁講嘅啫。嗯。你緊係犯咗罪某些嚴重罪行，但係不係咁樣講嗱。我相信咧，涉及政治罪行。或者譬如異見分子啲嘢咧，嗯，中央未必想到啲人翻入去內地啫喎，即係你要走埋，你要走就走啦。因為香港唔係好多國家咧，嗯，都希望自己本國嗰啲異見分子啊，或者係不滿，即係想話意圖呢個推翻政府嗰啲人咧，係去流亡海外啫喎，因為佢失去咗活動空間啊嘛，嗯，即係唔會就喺國內製造麻煩啊嘛，係，所以其實咧好多人最擔心。是咪移交政治犯的問題？反而我最不擔心的問題。如果你政治犯思想犯啲咧，出嚟之後咧，中央一定不會想你翻去。嗱，問題除非真的犯咗嚴重刑事罪行，即係好清清楚楚嘅，就係全世界都會承認嗰啲罪行。但因為你罪行，你要香港承認先得喎。如果你話要佢寫篇文章，話呢個要中國推動呢、這個結束一黨專政。嗱喺內地交犯法噶嘛？如果啲人要走咗嚟香港咧，香港冇理由要交翻俾大陸度。嗯。所以其實呢個問題，我反而覺得咧，所謂移交逃犯呢個問題咧，最大保障就係政治保障，係嘛？就唔係法律保障，因為始終嚟講咧，中國政府都唔希望咧提出移交逃犯要求咧，嗯，而令到各方面咧關注或者引起呢、這個喺香港引起呢個新一輪嘅政治衝突噶嘛。Okay. 如果咁樣，我依可唔可以咁樣講一句咧？即係如果大灣區呢個光耀出嚟啦，即係我估計咧，即係未來無論嗰9+2嘅各個城市啦，以至中央政府咧，都會俾注意啊、制度啊、政策啊、錢啊落嚟去製造一個咁嘅區灣區出嚟啦。作為香港，我可唔可以話我哋香港人係咪要爭取一個係？香港仔精神，所以香港仔精神咧就係、是、真係揾著數。咩叫揾著數呢就係、是、我有著數嘅我要，我冇著數嘅就唔好搞我。咩由我著數呢譬如我能夠發展我的經濟，做大我的餅，我嘅不同嘅專業，包括醫生啊、護士啊、會計啊、律師啊等等咧，都可以咧喺香港作為一個嘅重點，可以發展落去，擴散出去。即係大灣區各地啦，咁咧，但係同時咧，搞大個餅，搞大個經濟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可以分得到嘅。而當做呢個大灣區嘅時候特別我哋香港人強調嘅，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無論係政治上嘅核心價值、法律上嘅核心價值、管理嘅價值，以至會計嘅價值，都係用翻我哋香港人呢一套。呢套我哋就堅持守住，同內地不相同嘅。但係喺經濟上面賺到錢、揾到錢嘅咧，呢啲著數我哋係要嘅。香港人精神得唔得咧？其實呢個精神咧，唔係其實得香港有啊。內地嘅九個城市同埋澳門都係想從自己利益角度出發嘅。嗯，就因為咁咧，就要中央統籌協調啊嘛。過去香港同內地嗰度合作，點可以出現困難咧？就大家堅持自己嘅利益啊嘛。嗯，各不相讓啊嘛。咁而家問題就係，如果繼續係咁嘅，呢個大灣區唔使搞，就因為點解中央主導嚟去搞咧？就因為因應地方上的利益的分歧、利益矛盾，佢需要統籌協調，你先可以將大灣區搞起嚟。嗱，當然嚟咗日後咧，香港肯定會提出各種對自己有益嘅嘢㗎。咁廣州一樣、深圳一樣都會嘅喎。咁咪中央嚟啲協調統籌咯。但始終嚟講咧，你搞得起咧，一定要有種互諒互讓，唔能夠只係話我贏曬你輸，或者所謂。共贏2000，我贏70%，你贏30%都唔得嘅。
所以香港人要參與翻啲戰線啊，一定要有一個所謂大局觀，唔能夠下下咧就從香港利益角度睇問題咧，就樣嘢要人哋讓曬俾我哋，我哋一啲都唔讓，呢度唔得嘅。咪頭先講嗰啲價值咧，譬如話誒法治啊、誒管理啊、會計啊，嗰啲嘢咧，正正就係話咧。內地可能要向住香港呢方面嚟到去轉變，但呢度唔係涉到利益問題咯，唔係涉到制度啊、政策啊、標準啊對對接問題。嗱呢個咧，我相信咧，如果你係堅持大灣區改革開放咧，香港應該就有一種可以發揮啲示範作用。其他嗰啲地方咧，可能都係想提升佢自己各樣嘢，即係制度嘅水平。尤其重要就話咧，要大灣區發展起嚟咧，中央要提供更多嘅特殊政策俾大灣區，令到佢大灣區裏邊啲內地城市咧可以進行有利於佢嗰個改革開放程度提升嘅，即係各種各樣嘅措施同埋政策要出台先得。所以中央仲要請唔定咗統籌協調啊，就提供特殊政策，令到大灣區可以同其他內地其他嘅不同地區係有好大嘅區別，先至可以令到佢咧走向國際嘅。今日我多謝劉老師嘅訪問啦。老師可唔可以你有一啲嘅時間去總結一下，即係今日對大灣區呢個睇法？大灣區呢個國家戰略咧，對香港非常重要。呢個機遇香港一定要揸住，如果唔係咧，我哋日後嗰個經濟發展同埋整體嘅發展都會遇到困難。點解咧？而家香港越嚟越不能夠依靠西方為我哋提供發展機遇，反而咧西方會對香港咧越嚟越不友善。而西方本身面對各種困難咧，亦都唔能夠為香港提供太多嘅機遇可以用。因此，香港要面對嘅問題就話咧，以後香港發展機遇咧係更多來自中國同埋亞洲地區。而中國人亦都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咧嚟到去將到亞洲地區發展起嚟，而香港參與其中咧，先至一方面咧可以得到更多發展機遇。第二咧，可以證明喺國兩制底下，香港可以為國家作出新嘅貢獻，以確保一國兩制能夠以後延續落去。再加埋嚟講就係話咧。在呢個大灣區嗰個發展過程當中，香港是可以得到一個更大的發展幅地，而所提供俾香港人嗰個發展個空間咧，會比以前更加大。而香港人在發展過程當中咧，亦都唔需要作出太多嘅艱難嘅適應，先可以利用到呢啲發展機遇。所以大灣區嘅發展咧，喺中央主導底下咧，既係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亦都係中央希望咧。香港能夠為國家發展咗啲新嘅貢獻嘅一個地方，同時中央亦都希望呢個大灣區發展能夠為香港發展提供更多嘅機會咧，令到香港發展能夠上到新嘅台階，令到我哋嘅社會、經濟、政治矛盾可以得到舒緩，令到香港年輕一代咧有更大嘅發展空間。所以咧，呢個大灣區嘅發展機遇，更加證明香港咧係一塊福地，即係話當到香港遇到發展瓶頸嘅時候咧，又有新嘅發展機會到嚟。如果今次揸唔住的話咧，特別特區政府唔能夠改變佢一個管治模式嚟，都會令到香港可以去利用到你大灣區發展機遇咧，可能香港以後咧個發展空間會比以前更加差。OK， 多謝老師，多謝老師。呢度係中港城，有31年嘅歷史。其實呢個地方一路咧都係聯繫住中國同埋香港嘅一個好重要嘅交通工具。31年嚟係冇阻滯，亦都係冇不愉快嘅事件發生。劉老師，我中大嘅老師咧，喺個訪問過程裏面咧，係講出幾點咧？是他擔心的，譬如說中央政府是擔心香港是會借這個外國勢力拉中國後腿，
例如咧香港有人搞港獨，但對我嚟講咧，我認為其實相反的情況亦都出現，就是香港人對中央政府是不信任，因為中央政府曾經兩次咧係失承諾俾香港有雙普選。嗱，喺咁嘅互不信任的情況之下咧，要達到劉少佳老師所講的大灣區一個咁正面的結果咧，我相信有困難。其實劉老師所提嘅幾個觀點咧，我覺得要處理中港的冇互信咧，必須要中央政府係作為一個執政的機構咧，係首先突出第一步去處理呢一個嘅冇互信。譬如話，中央政府係咪除了令到我哋香港人知道一國之外，佢更加需要高調地去尊重兩制？如果兩制係香港式的兩制，講到一個觀點，外國勢力，香港一個國際都市，其實香港是歡迎任何人和機構來香港投資香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避免和阻止所謂外國的勢力來到香港的。在這樣情況之下，是不是我們永遠都不可以有香港式的一國兩制，有雙普選呢？其次就是港獨，我認為港獨是一個偽命題來的，一它違反基本法，而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支持這個港獨，所以港獨基本上是不會成為事實的。劉老師也說大灣區是我們香港經濟在樽頸的狀況下一個跳躍來的，令到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專業人士、我們香港的強項，除了香港做這個的發展基礎之外，亦都可以去到9+2的城市，甚至跳上國際。我同意我們真的很多強項，這個包括是法治、會計、律師、管理，但是9+2必須要是根據香港人的強項去推動這個9+2的大灣區發展，從而跟著進一步跟國際掛鈎，而並不是好像林鄭特首曾經提過的話，我們要就另外那9+1城市啊，那這個只是會撳低了香港的強項，這個是不可能和不恰當。最後一個的觀點就是有關這個逃犯條例，修訂逃犯條例，劉老師告訴我們，喂，中央政府的目的不是政治犯，是經濟犯。當然這個的講法是很新鮮，這個講法好像對我們加強我們的信心和接受，但這個講法是很人治的講法，因為始終到時執政的、執法的，他怎麼運用這條法例去拘捕人呢？我們真的不知道，香港人信的是法律和制度，所以要處理逃犯條例，令到香港人相信逃犯條例不是針對政治犯的話，我覺得有根據兩個的情況要作出一個的考慮和確保。第一，當然討論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時候，我們基本法的委員包括諮詢委員，我是其中之一，我們是說令到香港真的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就必須法律上面是用普通法，必須法律上面呢我們要跟中國有一個很清楚的界分，甚至是切割，所以就沒有這個的逃犯條例，所以就沒有這個的即移交逃犯這個問題，這個一個是初衷來的。如果這個立法不清晰而有這個可能出現的話，這個是完全違反當時傾基本法我們這個設計的初衷。當然大家知道現在是執政的中央政府，以至特首，以至香港的立法會的建制派，都是拿著政治上面的權力和大多數。總的來說，大灣區的發展無論對中國對香港一定有影響，但是要做得到一個正面的幫香港 跳躍地去經濟發展的，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劉老師所講的正面是全部正面，我所提到的缺點或者負面的因素能夠完全解除切割，否則的話劉老師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好的政綱，但可能永遠執行不到。